好，文静啊，今天接着大快递啊，一个快件发了这是六个件啊，一会儿打开你们就知道啥了。这是一件大装备，咱家这个美女粉丝啊给这个小木杆买的，看一会儿啊，贴你家黑客。这个东西给小木杆买的，但是这个黑客也能用，就凭这个黑客这吱哇乱叫的声音，一会儿不行就让他先用了。哎呀，这么大啊！哎呦吼，看负重胸杯，哎呀，这个就够沉的了啊，这个背心就够沉的。你知道这铁是多少斤吗？铁是30斤。三十斤的吗？这不是。嗯嗯。加上这东西，差不多也就是最少也得35、36斤。啊。那这个是干啥的？就垫上面的。这个是，应该是背他那个后背上的，磨不到他的皮。哎呀！哎呀呀呀！这家伙。装了看，是鼓起来的啊，这都没有，是鼓起来的，全都一块一块的。三盒装了三盒，这是18斤，三盒就18斤。先别装完了，先让他试一下，看这18斤带到身上之后，他这个承受力怎么样啊？你别看那个小铁块还真重呢，这拿起来之后，这确实比那拉链子来说的话要重多了。他现在可是整个都在身体上啊。对，先把黑客弄出来试试，因为这家伙你看不老实，要站在盆子上了。你别给我尿上啊，先说好。走，别动别动，呀呀，他得套头上。哎呦，别动黑客，坏了，这绳子还小呢，只要扣上就行。感觉到吃力了，我看他。你知道扣不行啊，勒着肚子，太胖了，你这家伙就带着吧，先带一会儿。待会儿感觉啊，走，有，这啥意思啊？还偏着呢，还。这个是这样带的不？怎么不是？肯定是。啥东西？哎，他老是往那一面偏了。偏，那老是偏着呢。这个地方都没进。这个都没有地方噎了，这啥？这还好点吧？这还好点，好点，不偏了。啊，不偏了。别蹭我笼子，如果蹭掉漆了都。对他来说，那太轻松了。铁块给他带上才可以，加上那个吧，这感觉，这会儿又感觉轻了，铁链轻多了，这才20多斤吗？20斤。哎，你别上在里边，粘，哎呀，非得弄上，快走，坏了，已经的，哎呀，快点，就对于他来说太轻松，快，你都给他装上啊，就装上。你把那个牵引绳给他拴上再装。看我们黑客现在这大体格子，我跟你说，那都带上30斤，来吧，那也是飞起来了都。飞起来啊！全副武装。
偏了偏了偏了，整整整整，偏了偏了。你是不是得拽着他才行啊？用牵引绳拽着他才行呢。我拽着他，拽着他当啥用啊？你必须过来，走走走走。你看呗，偏了吧？呀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！要是摔倒，偏了，这偏了，这不是这么带的这玩意儿。咋整啊，大神们，大神们，这个咋整呢？大神们，这咋整？大神们，尿泡就能尿偏的。他带这玩意儿轻松倒是轻松，但是，哎呀，那坠到一面的话啊，就偏了一面的话，立马就把他给弄躺那儿了。偏了还是偏，这东西管用是管用，只不过驮不住，不知道咋回事，也有可能他是再来一道这个绳子就好了，或者是等那地面干了之后啊，让小莫带上试试，看看人家跑起来之后会偏不偏啊，这就知道了。如果要是偏的话，那就跟他有谋。跟他有这个很大的原因了，嗯，他就不适合带这个。你往那边走走，要是走的话，看怎么样？别跑。那一样，他来回动，你看还没走呢，就给他整好，整好，走一走试试。这玩意儿应该是，我觉得就是散步带的呗，是吧？不是跑带的。应该拉。如果对牵着他就会好一些，应该。走了。别跑别跑，一会儿又掉了。走的话还可以，走的时候也不行，看那偏了吧，绝对有缺陷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也有可能是这个背带是太大了，也有可能是它的这个皮太松了。看看又偏了。你说这句话我就很不理解，为啥牵着就行，那不可能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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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非得给你弄个。快点，小马拿加油，快点，拖出来！偏了已经，偏了，非得倒下不行啊！非得倒下不行！偏了偏了，你别撤，撤了你再拎着。你得拎着，晚上到家了，走吧。哎呀，下来下来下下，我背着来，站起来啊！哎呀，这不行！哎呀，哈哈，那30斤我靠的，把你那个坠偏了啊！行了，呀，就这样，然后又换换小黑客，黑客，换那个谁那个。小木啊，小木啊，带一下试试就知道了。走走走，回去吧，失败。走了走了，带以失败告终。